大家好，我们现在要去摘茄子，今年第二次种植的茄子可以采摘了。我又拔了一颗牙。对，女儿今年又拔了一颗牙，看呀，不影响吃东西呀。你不是嘴巴这牙齿啊啊，两个洞了，像兔子一样。龙眼好吃吧？好吃。你这边等一下吧。刚才我们这边下雨了，然后这条路走下去很湿，那女儿在这边等我们。那你可以先回去啊。我已经看到茄子了，啊，这次的品种呢比较大，茄子比较大个。做烧烤每次的茄子都是这种大个了。什么时候我们去吃烧烤茄子了？自己烤一个吧。那不行，我们没有那种调料。调料不就烧烤粉吗？那不止。那还很多。这茄子长得好看吧？来，你拿着。这个就比较小。茄子摘好了，这次茄子种的不多，但是它品种大个，然后摘了几个，可以分两次煮了。这一锅是牛肉炖汤。大部分是牛筋，这汤好了。今天我做一个风味茄子，调一下酱汁，这是酱油、醋、蚝油。盐、白糖、水。我准备茄子切丝，先切片再成丝。切好了茄子泡水，我本来想切丝的，然后结果出来变成条了。加一些青椒，蒜头，生姜，牛肉，你别那煮这手啊！我已经炖汤了。油。爆半天。
垫会了。水。茄子好了，其实就是一道普通的家常菜。我来，你来，很好吃。